的田间地头了，今天呢主要是给我们一位粉丝试机。是什么机呢？我们有一台蓝色的草浆机，打出来的效果非常的棒，只能用一个字棒了。像那种柔丝打浆的效果，猪吃起来啊不扎嘴，所以进食效果特别好，晴空万里，这样干活才爽。很多养猪啊养殖鸡鸭鹅的朋友看到这台机器加工出来的那个草料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昨天晚上有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没有三相电，这就尴尬了，因为这台机器只能用三相电。然而如果家里没有三相电，就用不了这种草浆机了吗？是，虽然答案是肯定的，你肯定用不了它，但是呢你想实现它出来的那种柔丝效果，看我这边690多功能粉碎柔丝机，这款机器啊非常的强大，因为它里面有不同孔径的筛网，可以加工出不同的草料尺寸，甚至啊像那个整颗的米棒玉米芯都可以直接粉碎成粉末，您是养猪啊还是养殖鸡鸭鹅都非常合适。而且呢最重要的来了，两相电，家用两相电就能正常使用的机型，当然你也可以用三相电。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先不拍它了，想看它的加工效果视频可以放我上一条。下面呢我们就用这种干的和湿的玉米秸秆同时来试一下这款机器，看一下两相电的揉丝机能揉出什么样的效果，大家拭目以待。下面开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效果，柔丝，这是干湿玉米秸秆同时放进去的时候是这样的效果。而且呢这台机器除了这边这个进料口，这个呢是加工草料的，后边还有一个超大的进料口，这个呢是加工玉米的，你把整颗的玉米棒直接往这儿一扔，出来的就是粉。像我平时给大家去试那个饲料颗粒机用的那个原材料干草料，就是用它来加工的。